走啦！快点看啊！不，你冷、啊。走走走，我们去买件衣服。哎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你干嘛不要？哎呀，我不喜欢。但是我就想给你买衣服啊。来，记住一下，节目地下店第五店。太难了吧？差点被发现了。哎，我把。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。我怎么看呀？看什么看？哎，大姐。炸！哗哗。在这儿啊。啊，老板。就算是下班男朋友来接你，你也把口罩给戴上啊！你看看你男朋友觉悟多高。小姨，哦吼！你们怎么在这儿呀？啊！那介绍完了，快点小哥哥！啊，小姨吧。那我们来看电影，看完电影我们出去吃个饭吧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那我们走了，出去约会了没？啊，拜拜。不知道啊。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缤纷天空，美丽的梦。此时已阴离草场，爱的人正在路上。